智方便话你知，智方便推出初期会有20多项常用的政府网上服务，可以透过智方便登入，例如税务仪、续领车辆牌照、续领正式驾驶执照、外游提示登记服务、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、求职人士登记等。预计去到2021年年中，可以透过智方便使用的政府网上服务会超过110项。